跟我也没关系，对吧？所以现在大家看恋综只想看撒糖，是吧？一个真人秀里全是秀，没有真，越真越没人看。我们那个恋综就是真没人看。有的人看了啊，那为什么你们告诉我一季热播下来我就涨了2000个粉丝？其中一个还是赵小慧。就是标准的恋综受众啊，就是一个母胎单身啊，每天跟我在那儿脱离实践聊理论，聊了2天突然跟我说你们那个恋综不甜，我气了。